就挂手电筒妹，另外一给他走没关系，就挂你。是啊，这一波，哇，这个代替月亮的好钱，没烦恼。代替月亮惩罚你，超不爽他了。第七十是刚开始我氪很多，不过玩游戏都这样，玩游戏都是刚开始氪很多，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佛心，越来越休闲。都不太氪金的，除了某些游戏。我是那一种，如果遇到想要的角色，就连吃泡面都要氪金。吃一个月的泡面我也要氪金。牛排不吃了，寿司不吃了，也不去餐厅，也就吃泡面。笑死！泡面很好吃。角色是一辈子的，泡面只是吃一餐。宝石这种概念，听起来好有道理啊！虽然后来如果游戏推坑了，就完全就是白氪。对，哪款游戏还我泡面？对啊，不过至少爽比较久。可能放烟火哎，什么东西？那个把他的工具箱拆掉。嗯，应该是，但是应该是工具箱啊，就四周的工具箱，它就会发炎。可以让你造手电筒啊！可以让你造手电筒。没钱的筒神去打工，没钱的只是工人。知道我怎么用代币之后聚的比较久了哦，逃不掉了哦。变强了，变强。刚刚天选之人他自己就这样解勾了耶，可恶的天选之人，该死！那可能是戴那个啊，我之前和那个樱花公五龟玩过了一个，就是把自己的幸运调很高之后，想办法自己下来。啊，是吗？很好玩。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被救了还是自己下来。偷蛋你别走，挂起来。他们很切迫的想要修这一台，先踢好了。这边蹲都看到你了，先挂先挂，另外一个人不理他。Oh shit！ 被他手电筒救到了，真假的？只好再打一次。刚刚那个拿手电筒的呢？该死！好气！不在。
他们都没有什么在修哎、欸。哦，这台有。哦，都跟丢了。有人在修这一台吗？哦，就是你拿手电筒的。在哪里跑？离我十万八千里，好远！正在修这一台。哇，可以！哎、欸，这个电锯可以冲好远哦！如果有三个代币的话，好爽哦！这样好强哦，差好多。哇！我本来以为这只杀手很烂，突然觉得它瞬间变好强。还是使用方法错误，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用。我又看到手电筒妹了，该死的手电筒妹！No！ 哎，有锯到板子还好，锯到板子还可以。好像不应该跟他绕，我手发电机好了。哎、欸，有最后一个代币没用到，不理你。你们人里面有手电筒妹，我才不要放你。根本就是手电筒妹专用场地。
在附近，感觉在附近。啊！三台发电机离太远，守不住。不是要爬这个。又是手电筒吗？就挂手电筒妹，另外一给他走没关系，就挂你。是啊，这一波，哇，这个带地狱的好爽，没烦恼。带地狱让惩罚你，超不爽他的。就算死还是要继续狙。三杀，三杀 OK 啦。这次有快底板的。有啊，有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是上次的啊 ，sorry， 好可惜，超恨那个手电筒妹，超烦，可以检举他，不用了，不用检举了，好吧，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下礼拜再继续玩，谢谢各位的收看啦，下次再见喽，各位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